关怎么了吗？警官怎么了吗？先生，怎么了吗？怎么了吗？哎，我们发现你有闯红灯哦。这个红。好，就这个。是，给它画下去。哎，你别开到我面前。幸好你没有，幸好没有在这个位置。我马上还没考试哦。先试一个安全带吧，按个 K。哎，你不要开到那个绿点哦，我会打死你啊！至少没按到 Enter 就好了。你要去哪？那个掉了，枪支店啊。旁边。哎，你一定要甩尾吗？感觉蛮适合甩尾车的。这图章假如有那个什么藤原拓海的话，啊，真这个这样。反正我觉得我要帮你停车下来，哎，我帮你停车。等一下，我先去把车给存进，哎，车看停在那么里面，怎么停进去的？可以重新那个。你打叫技工啊？先不用，先省钱。省钱嘞。哎、欸，兄弟，你可以给我一点食物吗？好啊，我快去世了。警官怎么了吗？警官怎么了吗？先生，怎么了吗？怎么了吗？哎，我们发现你有闯红灯哦。我们发现你有闯红灯。刚刚的那个灯吗？哎，对，对对对，因为我不知道是要是看哪一个灯。哦。啊，那你下车一下。那我们看一下你身份证，然后劝导一下啦。警官啊，警官。哎，干嘛？后面这台拖车居然撞到我啊！撞到你啊？对啊，刚才撞到我啊！啊，你要跟他赔修车费吗？要，我这个。啊。够吗？够，谢谢。啊，拜拜。